来了来了，下班应该了，钓山路行嘿，来钓山路行嘿，咱需要咩个呢？咱需要肉嘿，香蕉看一摆，蒜头一粒，啊爱摇香就放个淡薄遐椒椒酱，那银耳摇盘，好，其中呢炒嘿炒透那就去掉，那炒大只就派个龙江嘿，所以只那就也去做粿啦。你要一定啊，嗰些水白就爱烫焦水，无烫焦呢，当就是臭。蒜头一粒，咱先该切一半。这椒椒酱呢，就该滴掉。做些椒来够就该白椒来炒。咱嗰些干落去，香蕉干就该盐落去，蒜头。搅搅，你看我该搅搅搅。羊汤就该滚好去，滚开盐就香。咱呢螺丝两只就好吃了。好，咱刚买卤料整咩呢？来看那个羹嘿。哎呀！哇！哎呀！一条山羹嘿。吃了怎奈吼？换个一个吃法呢，就是咱个姜嘿，加温的白醋。潮汕盐虾加白醋真的更好吃。炒了个蒸一下，毛蒸还过完，蒸老高再开始算一二三四五啊，那就起来。啊，真香啊！吃物件是好吃卡，姜嘿那是温着醋呢，个下巴特别酥啊，好相信，你试看就知道咯。